嗨，旗舰对比视频的争议性一向都是比较大的，除了各家入各眼之外，观众们对于每个厂家的表现呢也是各持各的道理，所以有时候呢 comment 比我做的 content 呢娱乐性还来得更大。在众多的旗舰中，今年 Lex 最满意也最期待的莫过于三星 S23 Ultra 以及小米13 Ultra 了。 S23 Ultra 今年靠骁龙8 Gen 2一战翻身，加上中间推送的优化补丁，针对 GOS 对于 GPU 的管控明显放了超多，游戏体验从此不再一蹶不振，说它是全能机皇一点也不夸张。小米13 Ultra 还是那个把东西堆好堆满的手机，在过去一年内与徕卡的深度合作也把影像打磨得愈发成熟，今年又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惊喜呢？先说明一下，今天两个的对比我觉得谁最强是没有意义的，相反在这个比饮料的年代，我觉得稳定性、耐用性、泛用性才是今天对比的重点对象。影片开始之前还是要先来带大家看看他们两个的影像参数。 S23 Ultra 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三星典型的四色组合，两亿画素的广角主摄，1200万画素超广角和两颗1000万画素三倍和十倍焦段的长焦。小米也是四色组合，不过所有镜头都是5000万画素，都是主摄等级。144高清模式支援所有的焦段，分别是 IMX989E英寸的大底主摄，统一搭载 IMX858的超广，3.2倍和5倍焦段的长焦。说到白天样张，就必须说说这两家厂家对于光与影的理解与诠释。我认为这张照片就能最好表达出他们的态度了。此时大概下午3点这样子，三星的色准其实是最准确的，只是饱和度还是会有点稍高，小米就开始拍成有点阴郁了。可是你说不好看吗？我觉得不会。论黑色的质感来说，我觉得小米的更有层次，我们可以从铁棚的轮廓和影子下感觉到层次感其实是逐步递进的，这就是小米主打的影调啦。我最喜欢的是拍摄场景就是既有阴影又有高光场景的照片，此时暗就暗的适可而止，亮也亮的很收敛，照片看上去是很舒服的，更是自带了点相机质感。三星就单纯的亮和鲜艳，给人的感觉会有点寡。当然三星的高饱和优势就是它在斗 HDR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论你怎么努力还是不过它来的，逆光场景也是够猛。我超喜欢三星每次能把树叶的透光性拍得很强烈，照片的冲击力也是数一数二的有记忆点，超广角大家都很出色，在室内场景的灯光压制也是处理的挺好的，三星还是能看到多点的计算摄影，小米则是更少算法的干预。三星虽然拍起来很手机味，可是不可否认的是它的边缘细节和畸变问题都是控制的更加的出众的，小米作为旗舰这里就差强人意了。顺便说说拍实物呗，不管是徕卡经典还是色彩，13 Ultra 拍实物真的很不行，只要不是白天或者光线不足，你就会看到不是很开胃的东西了。它不是不能在室内或者低光环境拍出很有食欲的照片，只是很考角度和当下的亮度，不然一切免谈。说到数码变焦，三星今年真的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啊，今年 Lex 对比那么多厂家还真的是没有一台呢是可以跟它正面硬刚的。那既然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小米13 Ultra 也在我手上了，这比一比又哪里知道伤害值是多么的高呢？可是一定很多人说他们对比哪里会公平，一个是5倍 crop 出来的10倍，一个是实打实的10倍，解析力本身就是天差地别啊。这里大家不用担心， Lex 可以保证他们是公平竞争的，小米也绝对够格跟三星同台较劲的。原因是13 Ultra 今年的5倍呢是可以输出一张无损的10倍焦段，等同于一张1250万画素的照片了。其次它最大是可以 zoom 到120倍的，说明小米对自己的长焦也挺有信心的。可是有信心归有信心，10倍时还能掰下手腕，照片一过30倍后就开始力不从心了，三星就真的屌炸，那些细节刻画真的不是一般的碾压。100倍更是不用看了啊，三星还是 YYDS， 至少我还能清晰看到 TM 大楼的轮廓啊。小米表示不好意思打扰了。除了样张细节，在数码变焦拍摄时的稳定性也是三星做得更好，小米就很不稳了，跳下跳下真的很难维持一个正常的拍摄。这里也做个小补充，小米13 Ultra 听说这次因为采用了和材质的关系，所以在指定的场景下是有可能遇见 lens flare 的，可是 Lex 呢也尝试了很多各种各样有可能遇到的场景去触发，是没有成功触发到的，目前 Lex 真的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所以也不懂算是我好运还是我倒霉啊。再一些简单的日常拍摄场景，如果今天我是一个零拍摄经验的人，我会选择三星，因为颜色漂亮，而且入手门槛低，看到漂亮的东西无脑按快门就行了。小米的主摄总体来说会更加的全面，去年一英寸景深太过的问题，这次也加了两档光圈来解决问题，所以是加分的。可是想完全了解它的影像系统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成本和一定的知识储备的，也注定它的受众群不会比三星来得大。 Lex 可以很老实的跟大家讲，我到现在呢也还没有完完全全能驾驭它的影像系统。庆幸的是今年小米的摄影 UI 和参数可调性是真的用户友善了很多，至少我一开始随便点呢也能轻松上手了一些。来到了大家最期待的夜景部分，其实 Lex 到现在呢还是有点纠结，因为他们各有各好，也真的各有各的拉垮。我觉得表现呢还没有到我真的超满意的程度，或许现在 Lex 带大家边看然后边解释呢，大家的代入感会比较强。对比同一个场景下，我们还是能看出一英寸压倒性的优势，超有条不紊的暗部细节以及高度精准的高光压制能力，加上小米算法本身没有三星那么的偏激，自然它的照片给人的感觉就是最原汁原味的。可是遇到灯红酒绿的场景，还是三星的暴力算法把氛围感营造的最到位。今天如果我给你看这两组照片，相信三星的看了你会是更想去的，对吧？不过今年三星的抓拍能力真的不咋地，就算现在也经历了几次优化，它现在的抓拍能截取到的瞬间也是很难是清晰的。主摄其实还好了哦，可是如果你换了超广角或者是长角的话，第一张很大几率是失败的。不过话说这张胡德拉也挺有恐怖氛围的， Lex 真的想都没想过三星的10倍物理长角竟然会输给小米后期有5倍合成的10倍样张，应该只是收费的问题，不过差距就不用多加解释了，大家亲眼见证一下吧。在大部分的夜景里，我认为小米是优于三星的，只是它真的败在鬼影太明显太严重了，加上夜景通常环境也比较复杂，即使你后期用魔术擦也未必能把这些鬼影给完美的擦掉，我认为是影响民众体验的。但不得不否认的是他们夜景本身是截然不同的风格，所以也各有各的拉垮。三星各焦段的输出能力综合不错，但噪点始终太多，高光压制能力也不太稳定，只要你点 focus 在灯光物体时，它照片总是会显得优化感很严重。只是三星的问题可以用 software 去调去优化，小米更多的问题其实都来自于 hardware， 这就要看看小米后面要怎样补救啦。Lex 对于手机的人像模式一向都保留比较客观的看法，原因是因为目前手机他们的抠图啊还有可以辨识的场景还是技术非常的有限的，所以效果呢也不是说完成度超高。那这一次 S23 Ultra 能否靠着骁龙 ISP 的抠图算法来 KO 对手，还是小米13 Ultra 的莱卡镜头包出圈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吧。首先抠图肯定不用比，虽然还是有点小瑕疵，不过比起小米的来说，三星的发丝边缘处理明显细腻了很多，景深也更有层次，由浅到深的效果是很有真实自然感的。只是说实在，我这里会更喜欢小米给我的感觉。首先它的影调是成功被带进来了，我觉得照片的质感很强。其次人像最重要的还是人，它把人的脸照顾得更好看，它只是输在照片的解析力和抠图能力真的不高，这点在室内拍人像呢会显得更加明显，成像细致度很容易受到环境光影响。最后也来聊聊夜景人像，首先不论是讨喜度还是真实度都是小米更胜一筹，如果有去 Euro Fun Park 应该都懂小米拍出来的东西是最接近肉眼所见的，三星把颜色拉得太高，我觉得电子算法的味道太重了，我都就快变成隔壁档口卖的那个新鲜紫薯了，颜色看上去也有点太过了，确实你看上去会觉得这张照片没有什么特别。作为各自当家的旗舰手机，有一些功能用户可以选择不用，可是他们的软硬实力必须要在。那这一次三星 S23 Ultra 的录影规格最高是可以去到极其流畅的 8K30fps， 而小米这里呢则是来到了 8K24fps。 不过 Lex 这里呢不会拿他们的 8K 进行比较，因为说实在的你们也看不到最真实的效果，其次 8K 目前的使用度真的还不算太高。我们可以把重心放在 4K60fps 录影上，论色彩与细节讨论度上，小米还是那个最真实和最讨喜的，三星的颜色还是有点太过 over 了，
不过防抖嘛，还是三星真的稳啊。小米的 HyperOS 就看起来也不怎么 Hyper 嘛。我们再将画质来看看超级防抖的水准，这时候我们就能看到三星是稳的一批了。小米甚至连 White Balance 都开始跑了。Nexia 还没有算三星，这个时候录制的是 2K60fps， 而小米呢也只有仅仅的 1080p30fps 而已。看来录影方面小米这里还是有待进步的，夜景小米就稍微占优势啦，底大一级压死人啊。小米此时的色彩与细节量呢，总体来说是最丰富的，三星还是把颜色拉高，以及光线是偏寡淡的。不过说真的，小米13 Ultra 的鬼影真的太够力了，我觉得还是影响了一定的视频质感。长焦录影反而小米更强，三星的噪点就真的太多了，这里就给大家感受一下吧。说到最不像旗舰的地方，就是小米的前置录影规格最高也只有 1080p30fps 而已。老实说，4000多块的手机也挺尴尬的。虽然夜景录像两个发挥我觉得是阿爸阿爹罢了，不过三星还是赢在 4K 的细节，这时候的亮度与色彩反而是三星来的最真实，小米就把我给绿了。这两台手机的拍摄能力给我的感觉其实很微妙，我不会用谁最强和谁最屌来形容他们，不止在影调上，其实各方面他们也是有各自的妥协追求或者是任性。三星总的来说是靠亮靠鲜艳就完事了，大部分我们日常或者是在霓虹灯的场景中，不可否认它是拍的最美的那个。老实说啦，今年 Nexia 上手过那么多的旗舰啦，在对比之下其实也发现没有人可以做到三星这样子方方面面的均衡的，特别是他不再用自己的 Exynos 处理器之后，三星的旗舰现在真的没有什么短板了。可是过于均衡也导致了没有什么惊喜，也没有什么突出点，少了点层次之余甚至有点无聊和单调。最难受的还是他的抓拍和夜景的噪点有点多，真的让我有点受不了啊。小米则是靠着徕卡经典以及一些小改进再次翻身，其中影调这一块 Lex 觉得小米是一众厂家里面做的最成功的。经过这次对比之后，我更喜欢小米给我的感觉，当然它还是一台手机，可是在少了一些 MSG 之后，它给我体会到一些相机的质感了，至少它的新鲜感可以维持好一阵子。这里我还想再吐槽多一次，唯一真的让我有点接受不了的是小米2023年最顶级的旗舰前置竟然连个 4K30fps 都录制不，不然应该我也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挑它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不知道大家会更喜欢稳扎稳打的三星呢，还是可以说是突出重围的小米13 Ultra 呢？留言让我知道吧。那我们就下次再见。